今天的一分钟充电站将示范如何利用 EndNote 在 Word 注脚中插入引用文献。文学院和法学院的论文可能会要求注脚引用格式，英文称为 footnote。所谓的注脚格式，是指在引用的段落后方加上注脚编号，并且在同一页的页尾出现相同的注脚编号，标明所引用文字的来源文献。利用 EndNote 来处理注脚格式，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用 Word 注脚功能于论文中插入注脚。第二阶段是在注脚中用 EndNote 插入引用的文献。首先利用 Word 插入注脚，点选上方的参考资料页签，插入注脚。同时在该页的最下方会产生相同的注脚编号，接着要在页尾的注脚编号中插入 EndNote 文献。然后开启 EndNote 软体，在 Library 中选取要引用的文献。回到 Word 中，点选页尾注脚编号处，再切换到上方的 EndNote 工具列，点选 Insert Citation 的第二个 Insert Selected Citation， 即可在注脚中插入引用的文献。如果要切换格式，可展开上方的 Style 下拉选单，切换套用的格式。我们的参考服务部落格和 YouTube 频道有丰富的 EndNote 教学资源，欢迎多加利用。